听说你有超能力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请他帮个忙。我怀疑我家有人想害我，我家的门会突然自己关上，我柜子上的东西也会自己掉落。最恐怖的是，连窗户都会自己关上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你确定吗？回去吧，你现在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了。沈天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些人放不下罢了。小心！爸爸，你怎么总是忘记关门呢？一个女孩子多危险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又吃泡面，多不健康啊！睡觉之前都不知道检查一下窗户关没关，你看，这下雨了吧？孩子，爸爸不能保护你了，你要记得关门，少吃垃圾食品。妈，求求你不要再次离开我。原来父亲是这么温暖的角色吗？